谢谢。我呀，两下真的很有用，两下就冒汗了。对啊，那你又愿意出门了吗？你快跟化妆姐姐讲说这种天气哦，对，想要窝在被子，窝在被窝里是最舒服。想出门，他出了门就觉得哎，其实也还好，就出来。出来以后在家反正也无聊，也无聊，出来录个影，出来录个影也蛮好的，对不对？跟大家聊聊天嘛。我跟你讲，怎么了？真正的肉松在这个地方，你们都是小巫见大巫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看到有点像70岁的老人啊，真的假的？是不夸张，真的啊，你看。你看这个丘比杜华这三个里面，我在中间，你看导播特写我一下，你看有多老，很像林冲大哥哎。你看，根红是不是一样保养的非常好，而且很精壮？你看你三个年纪谁最大？哎，我们刚好各差一岁，我大根红一岁，然后大小马2岁，但是我看起来是最老的。然后你看这个像不像？是不是郭子乾？对，我以为是。对不对？然后你看这个。法力纹这个有点，你看多老，你看这个苍老啊，真的很苍老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你看这法力纹，你看法力纹已经基本上像一条刀割下来了，哦，听不像，深不深？嗯，所以你们那些跟我比，对不对？但这个肌肉还是不错的，还像，我们也没有看到这里耶，那你才会这样讲那个，不讲一下还是？对啊，因为你那个时候都要常常出外景，出外景晒太阳也是老化一种。重点，我发哥，你几岁？我可以问吗？50岁啊。哎，你真的，老师，你的越来越年轻。我现在是其实是比较好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原本状况更好，因为我上礼拜去台东出外景，整个晒很黑，我之前状况是更好。我觉得你做完运动有白一点，有白一点，因为缺氧，嘴唇有没有稍微紫了一点？其实我觉得我保养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吃甜食，哦，不行，巧克力啊、蛋糕啊、饼干啊，我跟你讲，蛋糕，我求求你啊，给我保留一点面子，客家乡音，什么一样之谁啊？然后我喜欢吃甜食嘛，然后我发现我就把甜食戒掉，戒掉的话对我来讲差很多，然后多喝水，那基本上呢就快逆龄了3到5岁，嗯，这个很快，然后加上我做了一些医美，我做了电波的拉皮，哦，对，然后又做了音波，然后又做了皮秒，错这么多，你说一点点，还没讲完，还有皮秒。嗯，对，然后这些大概都做了啦，然后我甚至我觉得就是体态也很重要，那我想说核心那个医美现在最夯的一个我也去做了，它叫肌动减脂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放一个仪器在仪器那边，然后开始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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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就是有点在垫你的肚子的感觉。女孩子我很推荐做，因为第一个它这个，比如说女生很多便秘的问题，对，她只要做这个东西的话，哦，可以让你的便秘的状况变得很好，而且她做一次相当于你做了2000次的仰卧起坐，是2万次。哦，2万次。2万次。2万次。垫多久？垫30分钟。他做的时候，他会你的肚就会紧缩，因为你要去抵抗那个力量，所以你整个下盘跟整个核心的力量就会很硬。其实然后有发现有另外一个效用，什么？就它是还可以壮阳，真的假的？你觉得哪里？真的回去会硬，真的。这么夸张？你是垫了？不止这里，做完了当下会硬。做一做，我跟你讲，他做的时候，因为你平常呢，我们该逼这边地方，我还问那个整形医师，他说，因为平常我们该边这个地方呢，没有在用力，太久没刺激了。对，可是你放下面一点的时候，你一用力的时候，你下面这个地方呢，会跟着一起用力。所以国外甚至有人阳痿的话，还甚至用这个激动去想办法让他可以重振雄风，真的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很棒，你直接放在那个上面哦，没有放在那边啦，放在那根还得，会烧掉，还是要跟听起来都好，王医师对不对？小钟哥他是属于比较没有那么脂肪那么多的，对，只像其实要做这种肌动减脂，要真的很有效的话，其实你的脂肪也是不能太厚，对，他才能真的打到我们肌肉的。哎，他是一个有良心的整形医师，因为譬如说这个过胖的做是没有用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就是脂肪太多。多的，比如说有你已经100公斤，那做那个是没有用的，就是要雕塑，但是它不是减重，但它其实就是在训练肌肉，所以它有
时候女生针对我们有时候产后一些比较松弛，或者是说有一些泌尿道，比如说会比较频尿啊，它是可以刺激我们骨盆腔底，针对女生也会有一些帮助。嗯，好，对，你做很多哎，那你这样平均一个月要撇多少钱？在这些基本保养，你说这个其实都不便宜耶，是不是？据说电凤凤凰电波那好贵，20几万，因为它可以一次可以维持差不多三年的保养，就是要看每个人。如果小钟哥常常晒太阳，可能就可能要快一点，可能会维持比较短。就是我觉得这个效果是真的不错，尤其它是非侵入式的、雷射式的。其实这种东西，我觉得保养来讲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医美来讲已经成为是保养。嗯，你有弄？你弄什么？我没弄啊。不然怎么会这样？对，大家今天都……那你现在听完了，你想弄什么？你最想要弄的，这样听下来，我还是我觉得我想要先像新老佛说的，就是饮食跟运动好好去维持住。那大家今天带来的照片都是讲自己之前的状况嘛，不好的状况哦，我不好状况就在这啊。对，我今天雪梨林，我今天带来的是好的状况。我们就是在他最丑的时候才认识他，因为我刚刚有看到照片，我吓到，是不是？以前多帅，以前是拍，还有拍写真。我跟你讲，祖雄不算什么，他就是以前的祖雄了，真的，真的，他以前多帅啊！这是你，这是你，以前没有出现过的。对啊，哇，六块肌耶！嗯，这多久啊？这个是冒险王时期，大概8年前吧。帅到爆，这个天才，真的帅到爆。那时候真的又高，那时候天生丽质到我，其实那时候几乎没有动什么，真的没有运动就长这样，我几乎没有动。好人也好啊，我现在。不吃还是肥成这个样子。可是你再怎么瘦，好像这个轮廓线，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。我的就从以前到现在，我这个轮廓线就是不会出现。之前有去咨询过了，他那时候当然建议我说我一样打肉毒之类，让这边放松或什么的。可是他说法就是因为肌肉太强，然后把这边全部都往下拉了。那个唯一的话，他其实是脸跟脖子这块肌肉。拉得很紧，大部分男生都会这样，因为可能你在做重训的时候，或是像我们现在女生常低头滑手机，睡姿的关系，它是这一片肌肉被绷得很紧，那这个叫做阔颈肌，所以打肉毒的话，它就是会让阔颈肌放松，然后沿着我们脸原本的线条。那个时候打是有一点效用了，可是因为也没有真的很乖乖认真去打，所以当然有用一些自己的方式。对，啊，我就买了一个这个超级便宜的这个。其实一点用都没有，这才几十块的，超级对啊！后来都在弄我家按摩啦，然后认识老婆之后，老婆用了一个东西，只是她一直介绍我用，但我真的觉得这东西动作起来太智障了，所以我不太用。好，看看，大家有用过这个吗？我老婆一直在教我说，你不能用牙齿咬，它只是一个辅助，你要用嘴唇去咬，你才能动到这边。好，我用看啊。对，嗯嗯。其实很可爱哦，好像其实蛮这样会酸吗？你咬一分钟超级很酸。可是王医师刚刚的原理，它的道理是打肉毒让你这里放松，因为你这里太紧哦。那我还让它更紧。那现在不是要把它让它练更紧？对啊，如果想要变紧的话，应该是上面对脸部的肌肉紧，对，但是。脖子应该是要让它放松，对，嗯，那好，我知道。所以你现在是要练松，练我你回去不要动，对，然后就这样，尽量吃流质的。我现在又肿又吃流质，我是怎样啊？好惨哦。